如果疼，可以喊出来，或者可以咬我。你别小瞧我，谁稀罕咬你？我看你平时咬的可是得心应手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惯犯呢。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其实我不怕死，我只是后悔没有拉你一起死。既然如此，你何必要救我？上次你救我于火中，我这人最不喜欢欠别人恩情，何况那人还是你。我们两人之间可没那么容易两情。谢谢。你要忍痛也不叫出声音，何必如此逞强？不必你操心。也是，不逞强你就不是苏婉儿了。走，带你回家。城主深夜外出，未带营卫，可把属下急坏了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果然不出城主所料，属下逐一排查，听一小厮说前几日起夜时曾看见一黑影在祭坛旁徘徊。高七尺，身彪形，眉间藏痣。对，城主怎么会知道？今晚跟他过了两招，此人身手不菲，右手护口上有火纹。属下立刻去查。这是我的城主府，我的婚房，我的夫人，以及我的外衣。还看，你的外衣我会还给你的。我不喜欢上面留有别人的味道。我不仅会给你清洗干净，还会焚香顶礼，可满意否？勉勉强强。没中要害，好的倒挺快。可惜我更不喜欢，我的夫人身上留有伤疤，看上去丑陋碍眼。我的身体要你管？还是说你想让我亲自给你上药？不劳烦大驾。明日药没用完，便不是说说而已了。把你困在府里，就是当丫鬟使。景天，整个府里都是他的耳目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没被发现吧？我这次过来是拿了拜帖，正大光明从正门走进来的。拜帖？白玉城和苍龙城自古以来便是兄弟城，提
听闻祭坛出事，我自然是要赶过来关心一下新城主和你。走吧。赵统领让我带话给你，说他一定会调查出事情的真相的。现如今你已经不再被囚禁了，不如趁此良机跟我走吧。我心意已决。可你一日在凌霄手中，我便一日寝食难安。哦，我没想到景公子对我的夫人如此上心。凌城主，久仰了。恭喜你千方百计煞费苦心地登上这城主之位。我也久闻景公子有一手好秘术，善扮成他人影子，缩在假面之下。论起这虚伪假面啊，我怎能与凌城主相提并论呢？来，我应当敬你一杯。记住，以后不该来的地方不要来，不该碰的人也不要碰。景天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苍龙城就是这么招待贵客的？私自进我夫人闺房也敢自称贵客？你韩风在，送景公子去大厅会客。是。你这么关心他，你们关系匪浅啊。我跟他清清白白。他关心你，维护你，愿为你犯险，他看你的眼神可不清白。景天温文尔雅又风度翩翩，可不像某人思想龌龊。你唤他名字的声音令人作呕。能够恶心到凌城主可真是太荣幸了。暧昧。
此